不过临摹完了就会还给你，可你今天你给我未免太小气。噔噔，这些莫怪，真奇。大家都知道本宫最喜欢看宫廷剧的啦，今集的零食速递就是跟宫廷剧有关的啦。今天我们会吃林记的红豆酥，因为看宫廷剧永远都会很想吃东西，因为这宫廷糕点真的很吸引啦。今天呢就买来顶替去啦，因为我已经很肚饿都吃啦。好啦，本宫发啦，小肥子帮开开箱，唔该，不过唔得闲我自己整啦。他好笑的，他这个是15元一包，买四送一，打后就是10元一包，所以他其实是10元有8粒，好像很多，但其实他的 size 呢，我未见过这么小的，其实他是手指公。佢系大过手指公啲啲嘅酥饼，咁不过唔紧要，我成日都讲啦，好食就得噶啦嘛，唔好食就算俾个汤碗咁大嘅，你都想死啦，咪？好啦，而家试食啦。好干。冇红豆味。佢啲酥皮太厚啊，红豆太干，唔推介。佢现场买要即系食嗰个红豆糕系好食嘅，但系啲红豆酥咧唔推介。不过。我是推介他的现场买的红豆糕，他的红豆糕好好吃，我下次有机会买回来再拍片给大家看。今天推介这个，不是今天介绍的红豆酥，不过我是想推介红豆糕。好啦，本宫又要回宫廷啦，有什么需要来储秀宫找咪呢？拜。